仓库中的粮食还能供天下人吃五六十年，看来隋朝绝不是因贫而亡，而是另有他因。敬请关注系列节目《风云唐太宗之富足的夭折》。唐太宗登基后的第二年，他派人查看隋朝国库里留下来的库存。当他们打开隋朝的国库时，惊喜地发现隋朝储存的粮食、布匹等可以供应天下五六十年的开销。因此宋末史学家马端林在文献通考上说，古今称国际之富者莫如隋。从古至今，要说哪个朝代最有钱，谁也比不上隋朝。隋朝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富裕的王朝，但是我们看一下隋朝存在的时间，仅仅38年，二代而亡。历史的反差让人们不禁反思，一个如此富足的王朝为什么会瞬间垮掉？复旦大学韩生教授认为，这个问题早在东汉崩溃以后就被人关注过，因此想要弄明白这个问题，还得从曹操的屯田制开始说起。百家讲坛正在播出《风云唐太宗之富足的夭折》。从东汉崩溃以后，那么就关于如何建设国家，这个分歧就很大。首先出现的第一个政治家，我们看到是曹操，三国时期的曹操。曹操呢，号称是乱世之枭雄，同时也是个治世之能臣。既然是治世之能臣，他怎么治理国家呢？当时很乱啊，东汉崩溃了，社会瓦解了，他得想个办法。他确实有点办法，他来了一招，用军事体制来管理社会，也就是把管理军队的办法用到管理社会上来。那么我们呢，今天主要看他在财政经济方面他是怎么管理的。他采取了一种非常实用主义的路线，他实行屯田制。屯田制这最早是军队的垦田，古代军队养兵是军队自己生产自己养自己，所以军队驻扎的地方往往呢就垦田。现在曹操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全社会，东汉以后动乱了，老百姓跑了，土地抛荒了，一方面是大量抛荒的土地，另一方面呢是在社会上浮浪的人口，人和土地分离。现在他用军事管理的办法把两者强制结合在一起，所以呢他马上能收到什么呢？立竿见影的效果，马上就出成果，那确实是能干。那么我们要问呢，这种管理体制下面他这个租税是怎么收的？这个土地是国家的，虽然是抛荒的无主荒地，但是呢曹操把它收过来，那就是国有土地，你种了国有的土地，那就这个租税呢由曹操来定，一人一半，收成一人一半，一半归国家，一半归耕种者。有很多农民呢，他种田，他生产工具不够，最主要的工具缺什么呢？缺耕牛。行，曹操手头也掌握了很多耕牛，你可以向国家租，你租国家的牛，那么这个租税就变了，6:4，国家拿60%，你耕种者拿40%。这个税高不高呢？应该说是高得吓人。我们说汉朝啊，他的创立者刘邦定了一个规矩，这个规矩呢就是把租税税率定在15岁1。15岁1在具体执行的时候他减半征收，因此是30岁1。30岁1你换成这个百分制，就是大致上就是3%，所以3%加上其他几个税加起来，这个税高也高不到哪里。
现在曹操的税起点就是50%，50%，60%，这个税不能不说非常的高。而曹操这个政策他能推行下去，说明在这个时期呢，整个风潮变两个最主要的变化。第一个是强国的思想占了上风，当时的统治者都想到怎么优先把国家做强，所以是强国优先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还要考虑到他这种转变有一个现实的背景，就是分裂了、动乱了。在战争时代，打仗的时候大家都要想着怎么尽多的把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，有了资源你才能胜利，胜利是最根本的，大家想到的是要胜利。因此复国的路线那就是可以畅通无阻。他这个屯田制的政策在实行的最初解决问题，你想那么多没田地耕种的农民跟抛荒的土地结合着，50%他干，60%他也干，问题是长期化了，他不是一时的，你现在没饭吃现在给你吃你觉得饱了高兴了，问题是长时期，长期下去弊端就来了。两个最大的弊端，第一个是严重的牺牲了劳动者的利益，他承担的税太重了。第二个呢，最容易产生腐败，屯田的官员都像是军事体制下面的官员，他说了算，所以就有很多腐败的现象出来了，甚至把这个耕种者就占为己有等等，弊端百出。到了西晋司马懿当政的时候，司马懿就发现呢，这个政策不能长期再执行下去了，现在是和平年代，和平年代不能再用战争体制，所以他采取了一个很重要的改革，就是把这个屯田制基本上把它废掉，还是回到原来的民间耕作的这么一种体制上去。很可惜的是，西晋呢，它是一个通过政变上台的政权，这个政权呢根基太浅，西晋在历史上也是昙花一现，所以他这个改革才做了没多久，西晋跟着也就崩溃了。崩溃以后，西晋之后局势更加混乱，那是五胡十六国时代，各种外面来的民族统治中原，那是征服式的统治，征服式的统治他这个掠夺就更严重，这样子就维持了100多年。应该说这100多年中国的民生是非常惨的，在国家的重税下面，在军国体制下面忍受着非常沉重的负担。就这样子一直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隋朝重新统一。隋朝重新统一中国，让老百姓仿佛看到了希望。酒鬼香泉酒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经历了战争之苦的人们渴望隋朝的统一，那么隋朝给他们带来了什么呢？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《风云唐太宗之富足的夭折》。隋朝之前的五胡十六国是指从西晋末年到北魏统一中原这一段时间，这一期间中国江南由东晋控制，而北方和西南则先后建立了20多个国家，史称五胡十六国。五胡十六国兴起的历史相当混乱，社会动荡比以前更加激烈，直到北魏统一北方才结束这一局面。这一段动荡的历史长达100多年，给百姓生活带来巨大影响。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隋朝建立，人们渴望在这个大一统的帝国下能够休养生息。隋朝呢，它是不是没有一个好的制度呢？不是的，隋朝创立了一套非常好的制度，这个制度后来被唐朝所继承，制度很好。隋朝的法律好不好呢？隋朝的法律也很好，
他的法律后来也被唐朝继承，继承发扬光大，成了所谓的中华体法系，啊，古代的中华法系，在世界上都是一个法律的体系，影响非常深远。从这个情况来看，隋朝是不是给人看到希望呢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？隋朝毛病出在哪里？出在他是说一套做一套，他的法律很好，他的制度很好，可是他不按这个做，他把好的话都说了，把坏的事都做了。我们就看一些具体的数字。我们看贞观二年，唐太宗上台第二年，他让有关部门去清点一下隋朝留下来的仓库到底库存情况怎么样。结果报上来的数字，王圭报上来的数字，他给唐太宗一个报告，里面讲到隋文不临百姓而息仓库，比至末年即天下储积得共五六十年。什么意思呢？说隋文帝不爱惜老百姓，就爱惜那个仓库，到隋朝末年仓库的库存可以供天下使用五六十年之多。这个账我们就得好好算一算，隋朝总共在历史上只存在38年，这38年他所做的事业都是无比巨大的。你看，是开运河，横穿东西南北的大运河，修筑长城，打高丽等等等等的大事情，这些花销极为巨大。这些花销要钱，他自己统治的38年里面，他也有正常的财政支出，他还能存下五六十年的仓储，意味着什么呢？我想就意味着他一年至少要收3年的税，用一年存一年，还要工程再用一年，是吧？他起码要收3年的税，他才能够留下五六十年的仓储，而这个税最后都要落在老百姓的身上。隋朝老百姓的税收的负担有多重，你光从这个数字你就能感受到。这是一个记载的数字，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实物证明说你这记载有没有错呀？有没有唐人抹黑隋朝啊？我们看看有没有一些实物的证明。唐朝的这个统计数字，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上得到一个佐证。1970年，洛阳博物馆发掘了隋朝的一个韩家仓，一个仓库，一座仓库。这个仓城呢，它的东西的长是612米，南北的宽是710米，它的总面积有43万平方米，那非常大的，大概从足球场来说，10来个足球场。探出的粮仓有287座，发掘了40座粮窖。根据这个统计呢，它这个粮窖里面呢，韩家仓里面的粮窖有400多个，大的粮窖一个可以存粮1万担，小的也可以存几千担，所以光是韩家仓一个仓库就储存了几百万担的粮食。而当时考古就从这个仓库里面发掘出碳化的谷子，已经碳化掉的谷子就有数10万斤，而这只是隋朝的一个仓库而已。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个仓库看到当年这些记载千真万确，隋朝的这个仓储呢是非常非常的多。而且这还只是看到它的实物税的一个方面，在古代呢，非常沉重的另一块是劳役，不是交实物，不是交钱，是你人去给国家无偿的工作，
这个是劳役。隋朝的劳役有多少？我把隋朝历史上国家调发的劳役做一个统计，这只是我说的是国家调发的大型工程，它有劳役数字的记载，地方官府的没有记载，我们没法统计，所以这是一个缺口很大的统计。就光是这样一个缺口很大的统计，它达到了3000万人次，38年里面它动用了3000万人次。3000万人次是什么概念？隋朝刚统一的时候，它全国的户口户数只有200万户，人口大概只有2000万人。到它鼎盛时期，它的户口户数大概上是达到900万户，这个人口达到5000多万，也就是说它从2000万人到5000多万人这么一个发展的过程中，它征调了3000万人次。而这5000万你就按峰值来算，男女各一半，还要剔除掉老人跟小孩，青壮年最多最多不会超过2000万，不到2000万的青壮年，国家调发是3000万人次，也就是隋朝的所有青壮年都被国家征调去服劳役，这个负担的沉重，你就可以感受到了。这么沉重的负担，隋朝是怎么把它实现的？1769年，瓦特改良蒸汽机。次年，乾隆60大寿，下诏普遍全国第一钱粮。1771年，《大不列颠百科全书》出版。同年，纪晓岚任《四库全书》总撰官。1775年，库克第二次环球航行。次年，乾隆帝东巡山东，命和珅为军机大臣。当跑步前进的西方世界和全盛的乾隆盛世相遇，会带来哪些启示与反思？成败论乾隆下部近期播出。酒鬼香泉酒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短时间内，隋朝国库里就聚集了大量的财富。那么隋朝的这些财富是怎么收上来的呢？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《风云唐太宗之富足的夭折》。从战乱中脱颖而出的隋王朝果然不负众望，短短时间内没有了战争之苦，人们的生活终于可以安定了下来。隋朝国库里的积蓄已经堆积如山，达到了人们无法想象的地步。那么隋朝的这些库存是从哪里来的？为什么短时间内能够如此富足呢？隋朝有三个法宝。第一个法宝叫做大索贸月，第二个西赋，第三个呢，那就是税外加费，税外收费，实际上也就是直接掠夺了。那么我们来说什么叫做大索贸月。因为我们先说中国古代收税的统计，它的基本点在哪里？中国古代收税的最基本的要素就是人头税，它是根据人来征收的，所以有人就有税。这就使得中国古代呢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发明，就是编制户口，把这个户籍编制得非常的好。编这个户口就是为了把人一个一个都登记到官方的户籍上才好收税。我们老实讲，中国有4大发明，其实呢更大的发明是这个户籍的发明，偏偏我们把它漏了。这个情况要一直到清朝才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。清朝呢叫做摊丁入亩，把人头税摊到土地里面去。所以我们就看到呢，实际上整个古代一直到清朝为止，中国的税基本上都是人头税。中国编制这个户籍它有哪些特点呢？它要登记每个家庭里面的性别、年龄、身份、地位，还有健康情况、家庭财产，
一项一项全部登记下来，这每一项都跟税有关。男人跟女人税不同，年龄、青壮年跟老年人税不同，残疾人跟健康人不同，所以他逐项登记得清清楚楚的。一旦你被登记在官府的户籍上，你就等于套上一条绳索，你再也跑不掉了。所以在中国古代，你想漏税、想跑税，唯一的办法，或者说最根本性的办法，那就是从官方的户籍里面跑掉，尽量不要被官府抓了登记上去，不要去报户口，是要跑户口。这个跑户口叫做什么呢？叫做脱籍，脱离户籍，脱籍叫做隐漏。跑掉的人，我可以从这个地方跑到那个地方去，这个叫做浮浪人口，叫做逃户，叫做流民，各种各样的称呼。所以如果让你跑了，税就没了。你就明白为什么中国古代呢，整个社会的管理它一定要把它变成静态管理，它严格控制人口迁徙，谁都不许走，要走要官府打证明，没有证明你过不了关的。所以要把它变成静态的管理，这样子呢，想漏税的人他就要做手脚。你想漏税想做手脚，你要逃，官府要证明，你要从户籍上抹掉，也要当官的来办。所以最好的办法，收买当官的。所以一方面你可以看到这个户籍的严密，另一方面你能看到呢这个户籍的荒唐。荒唐到什么程度？我们知道有一部小说《镜花缘》，《镜花缘》里面讲了有一个女儿国，全国都是女人，在中国也出现了，有一个县，全县户口没有一个男人，全是女人，女人不交税或者交很低的税，都没了，大量的户口，里面看到全家，要么就是非常老，要么就是非常小，这些都是假冒的户口。我们还看到这个大家族的户口，打开来里面全家都是寡妇，无奇不有，而且人口的流动，一到动乱的时候，人就拼命的跑。五胡十六国，中原沦丧，从北方跑到江南的人口就高达100多万人。从这一点我们也可以知道呢，在中国一直至少到清朝为止，所有的人口数、所有的户口数都不真实，只能做到相对的准确，是绝对的不可靠。因为这就是一个官方跟民间的博弈，民间要跑，官方要把它抓出来，最终解决在清朝摊丁入亩，把所有的人头税全部打到土地里面去，变成资产税，按资产来征，这个人口的意义就不大了，不大，所以呢，这个人就可以愿意出来报户口。这一报户口不得了，你看中国的人口从几千万到清朝1亿、2亿、3亿、4亿就上去了。我说清朝呢，全民动员生孩子都生不出这么多。那么隋文帝的大所贸易什么意思呢？他在这个登记户口上面做了一个重要的改革。大所，所是去找，检索的所，貌是相貌，阅是看，什么意思？把大批的官员通通派到农村去，满山遍野把人通通给我找出来，一个一个都给我找出来，找出来不仅要登记在户口上，要把你的相貌都记下来，貌阅，这个人长得什么样啊？你这里脸上有块斑，那里有颗痣，通通记录下来。为什么古代没有照相技术？现在简单的照一张相跑不掉，那时候没有照相技术，用文字照相，把你的特征记下来，这样就使得呢，你这个人被记录得很细，很难跑。
这个大索贸易的效果马上显现出来。我们看他隋朝刚建立的时候，我说他的户口数200万户，人口2000万，到开皇三年，也是隋朝建国以后第三年，第三年呢户数就升到了700万户，人口就升到了4000万。你想用3年的时间人口翻一倍，这肯定不是自然繁衍出来的，都是找出来的。接着还是快速的增长，20年以后隋朝的户口就增长到900万户，增长到900万户，人口增长到5000万。只要做人口统计，做人口计算的人，你去算，在20年间从2000万增长到5000万，这个是都是非正常的快速增长，都是通过大索贸易去查户口查出来的。查出5000万人，国家的税就大幅度增加了。这是大索贸易第一个法宝。第二个那就更厉害了，吸附。什么叫吸附呢？分析的吸，拆户。中国古代一直是大家族，现在呢隋朝不允许你大家族，孩子长大了成年了结婚，结婚就把户口独立出去，你不要再想世世同堂了，通通独立出去。为什么要你独立呢？还跟税有关。税，人头税两种，一个是按人口来收，一个是按户来收，所以每增加一户国家就有了税，所以采用吸附的办法又增加很多的税。酒鬼香泉酒提示您，精彩继续。从梁武帝到梁元帝，从隋文帝到隋炀帝，唐太宗从前朝的兴衰中学习到了什么呢？敬请关注系列节目《风云唐太宗之太宗的三个对策》。通过多管齐下的办法，隋朝官府的税收取得了飞速的增长，远远超过经济的发展。每年从各地征收上来的赋税用车船转运到长安和洛阳两京，山林河谷是望不到头的运输队伍，昼夜不息，这样的景观每年要有好几个月。隋朝平定江南，隋文帝大喜，把府库积存的布帛摆放在皇城正南的朱雀门外犒劳将士，一直摆到长安城外南郊，绵延数十里地。在这个庞大的数字背后，隋朝的老百姓他的生活怎么样呢？这么一种重税的情况下，你可以看到隋朝的老百姓他的生活是很惨的。眼睛没有老百姓，官员那就拼政绩，各种大型的工程纷纷上马，调动了很多的人力物力，这些工程一上马，正规的税就不够用，不够用，那就是第三个法宝寄出来了，税外加费。税外加费呢，《隋书·实货志》里面讲到，租赋之外，一切征敛，去以周备，不顾源源，利因割剥，盗其大半。什么意思呢？正常的税之外，大量的费冒出来了，而且这个是无孔不入，什么样的费都有了，完全不顾百姓。而且这个费比税还要命，税有法律的规定，有制度的规定，它的整个管理是清楚的，费是拍个脑门随便就加了。而隋朝这个乱收费，它也不是说凭空来乱收费，他往往也打着为老百姓的这么一个旗号来收。很典型的有一项叫做义仓，义仓就是道义的义，仓库的仓。我们知道中国是个农业社会，农业社会是靠天吃饭的，一年丰收一年灾荒，所以呢农民一定要有积蓄，要有储备。隋朝提了个办法，
说要有储备来防灾。那么在丰收年的时候，每家出一点粮食放在仓库里面，等到灾荒年我们再拿出来救灾，这不是很好的办法吗？好，这一实行了以后，老百姓也挺踊跃的，为自己备荒嘛，都交了。官员知道啊，隋文帝就喜欢政绩，隋文帝就喜欢这个税收增长，所以这个粮食收到仓库里面就往上面报。灾荒来的时候他就不报灾荒，他不赈灾，他把它变成一种产值报上去，变成他的政绩。而且隋朝规定，像义仓你要开仓赈灾要得到上级的批准，官员不报不批准，这个仓库呢就没办法打开。到后来干脆就把它变成一种税，这种税呢就规定有钱人家一年交一担，没钱人家一年交四斗，交的这个粮食和国家的赈税都差不多了，也就是说平白的赈税就加了一倍家里。而这个义仓前面我们说到的开皇十四年的大灾荒，他就从来就没打开来赈灾过。这个仓库老收进去，这是费，不是国家的税，所以他的管理必定是混乱的。混乱一查，隋朝出了个案子，发现呢这个义仓被管粮仓的官员贪污了7000担，有个地方贪污了7000担，报到朝廷去，隋文帝大怒，这个管理不善，所以呢要改善管理。怎么改善管理？这个义仓从此收归朝廷直管，朝廷直接来管。我说这是开错药了，官员贪污你不去治官，你就把老百姓的仓全部变成是国家仓库，这就叫做改善管理。是这么一来，你说隋朝的老百姓被你骗了一次以后，还敢想望朝廷为你办事吗？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。隋文帝到隋炀帝，这个劳役在不断的加重，使得呢全社会一片哭声。我们来看看隋朝这个税的支出。中国古代王朝的税最主要两块，一块官俸，另第二块军费。我们先说官俸，像隋朝要征税，他就要编制精密的户口，就要派大量的人去查，那就要招募官员了，所以官员就得增加了。官员增加，官员要什么？工资。第二个，官员有待遇特权。第三个，官员要出政绩，他要做事，所以这三块就是很大的支出。这一支出钱不够了，加税加费，税费加了再加官，因此就陷入一个恶性的循环，加税加费加官不够了，再加税加费加官，不断的膨胀。所以中国古代最后膨胀到这个官民比例失调，严重到什么程度？我们从户籍的统计上面我们可以看到，交税的叫做客户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纳税户，享受特权的当官，他自己享受特权，他的家属也享受特权，也免税，这个叫做不客户，就是不纳税的户，可以出现倒置，全社会严重的情况发生到1/3的人纳税，1/3是不纳税的。到这个程度，大致上国家的财政就要走到崩溃了。国家手里掌握的钱财太多并不是一件好事，我们都知道财多遭贼呀。
所以财多呢，不但我们个人遭贼，国家也会遭贼。唐太宗手下的官员对唐太宗讲了一句话，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在蓄积多少，唯在百姓苦乐。百姓的苦跟快乐是决定了国家的兴亡，而不在这个储蓄的多少。你国家储蓄太多了，遍地的饥民，我们看招来什么贼。隋末动乱的时候，原来唐朝李渊是隋朝在太原的留守，有太原的地方官，他看到隋朝呢这个大势已去，组织一支小部队袭击长安，他成功了，他得手了，打进长安，打进长安呢，把长安的国库给占了，一拿这个国库招兵，好了，鸟枪换大炮，才有唐朝的崛起。第二个，我们再看瓦岗军，瓦岗军也是一群乌合之众，他就是因为攻下洛阳的仓库，开仓赈灾，老百姓都饿死了，一赈灾，百万人的队伍就出来了，所以这是招来了什么？隋朝呢，这个仓库没有养活自己，反而呢养活了反政府的人，最后呢推翻隋朝就靠的就是他这个仓库。所以隋朝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懂得赚钱不懂得花钱的一个王朝，形成一种笑话。这是这个钱多招贼的一个方面。第二个方面呢，钱多招的是什么贼呢？招的是心里的贼。什么叫做招心里的贼呢？唐朝有一个总结，唐太宗说道，隋炀帝就是因为太富裕了，他觉得太有钱了用不完，所以奢侈无道了，什么都敢做，这才把自己给做灭亡了。你想隋朝这个开支多大，我们光说一个运河，这条运河长度2700公里，2700公里的大运河，用今天的现代化的挖掘机都得挖好几年，隋朝用人力仅仅用了6年就挖成功了，那就是要动用多少人力呢？开运河可以统计的人力500万人。我们刚才不是算了吗？隋朝鼎盛时期青壮丁不超过2000万，他光是运河一项500万人，6年把它挖通。紧接着战争开始了，打高丽。打高丽动用了多少军队呢？第一次打高丽113万军队，113万军队超过隋朝常备军2倍，也就是遍地的征兵，征了这些没有训练的兵直接开到辽东去，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。所以唐太宗呢，根据这个教训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话，他说百姓不足，国家怎么会富足呢？国库的这个储蓄控制在一个什么标准呢？控制在灾荒的年代可以救灾就可以了。仓库藏在哪里？国家要不要仓库？要，藏在老百姓那里。这就是唐朝提出来的藏富于民四个字。